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强心针。应该煮了去啊，不是吗？乖乖针吧，你要乖一点。乖乖针哦，以前军中不是有流行这种东西？对啊，那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啦，最好乖乖针啦，抄到连大便都没时间了，还有时间印哦。哈，台长，我那时候在中心的嘛，抄到连去便所的时间都没啊，如果他吸干他送上。这样讲也是啦，想休息也不会乱来的啦，说实在的。ご覧の番組は再生鍵館 QTR 聖戦マーシーの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要来教大家目的布告安装好、啊、这个看一下2021年最新的哈、啊，你看水滴型水滴型大灯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老水给我加电话被我这一只、啊、被我这一只踢到了、哦、你是甩到他是甩到了，你是怎么甩的？甩没有啦，这也蛮知道啦，这厉害都弄成阴影耶，破掉就会漏水嘛。我为什么这么刚好是一个军头的形状？假设是摩托车的把手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啊，消防栓，摩托车比较有可能。好，消防栓，消防栓可能没有，它刚好有一个凸出来的啊，什么之类的，满装它就突然破。还是在路边上厕所不小心甩到，对啊，可能吧。好了，要把这处理，要怎么处理？把它换掉啊，灯壳。啊，为什么不换灯就好了？要换壳？因为什么？原厂的一颗5-6万，这样一颗。我老板嘞，你开瑞啊？哎呀，你也塞了。我不行，不行。我们换这个灯壳大概2000多块，含运顶多好3000好了。我觉得再怎样还是 CP 值很高。CP 值太高了吧？对啊。啊，可是你要怎么换灯壳？这个就是我们要来用的。可是要拆了。那个蛤蟆哥。把它敲破、欸！你真的要敲啊敲不破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敲吗？我拿给你敲看看，我是下不了手了，你敲看看。反正你都要、那個，啊、你莫讲你外差喽，你讲家的哦。欸、真的、欸，敲不破它是怎么撞破的？运气的成分比较大。这个要怎么拆？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要拆保险杆。好吧，那就来下保险杆啊。这边全部都要拆哦。对啊。现在在拆吗？69了，至理名言嘛，看到就拆嘛，拆多它自然就会掉了。还有我们今天站到有利的位置，有没有？我们可以顶起来。我们开山应该也会啦。上次你拆你的就进步了吧？可能会啦，但如果你拆一个小时，我可能要拆3个小时。你太谦虚了。它换灯是不是有可能会亮灯？如果是换不是正常，应该是不会，因为灯会亮就不会了，除非你的灯泡。灯具跟那个不符的，因为它如果是 LED 的，如果假设你换成 HID 就不行，它 HID 换 LED 也不行，它会亮灯，除非你要放那个要铁码的。它用的原因就是你说到这里啊，弄掉快被派去。一般我们国产车，别说国产车，一般都锁一颗啦，其他扣子啊，你看人家这个导风管，吹在这边散热，人家设计是自我设计的。起来了没有？这里有一只啊，哇，大灯的，这边也有一只。他锁的位置真的都很奇怪，让你想偷拔都拔不掉的。错颗，这里，对啊，啊，这里一颗，然后里面还有一颗。现在不会发灯的啦，要么就整台把你开走。好像在咬了。对啊。没有像那个牙齿快掉之前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拿个线，然后绑那一头，而且敲就然后一敲就出来。你有自己拔牙齿吗？掉牙齿都是这样子的。你自己拔吗？对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勇敢哦？看不出来，你这么勇敢。当然是被逼的。有时候快掉，其实到最后是我们用舌头推一下就掉了。ご覧の番組は再生鍵館 QTR 製線マーシーの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你看，你看风啊，风从这里面吹进来，你看，风从这边出来，你看从这边，对吧？好，就我没有看到我的 KG， 这样第一，你的里面的才不会散热比较好哦，刹车啊什么之类的。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下保杆，它设计是这样嘛，它下面这个，我们转的时候啊，或许它过紧，它跳开了，这个跳开之后就这样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。无限轮回转不出来，转不出来，所以现在就是要把它拆下来。好，这颗螺丝拆了一个下午，花了大概4个小时。好，
嘎！哦，你看，这一块的内部水的要转水，出水了。就这两只啊，这两只。对啊，它有打那个防滑的，所以点表就按准的去一里里等啊，准备啦。好、啊，这个就很简单嘛，它、就挖个洞，洞要挖在哪里？就挖在吹这一面的。挖洞。就这样，好，打开就好了。耶、这个今天的主角，看我的直角，太香。对啦，对的啦，对的啦，很透明哦。因为我先不要拆，因为不要给他蒙哦。好啦，手把鸡熟了，小鸡鸡的哦。我们在背龟不？哎、欸，就捏嘞！刚刚好像这次遇到替帮啊嘞。我们刚刚谈瓦固，二十分钟，应该也差不多、啊。果然是德国工艺，赞！一定是大拇指啦。拔这个就知道了，不好拔，表示它这个应该也不好拆开。那再等一下好了。哦，好硬哦，好硬、哦，好硬。背背亏啊！你下面背背亏，不会开嘞，打不开啊，当然是不开耶。Several days later.耶、yeah, ，回来了。上次到这一次又过一两个礼拜了。我来吃，爱煮大肠，你知道吗？爱煮虾。我现在那不惊啊，因为这是也怕这些狗啊是人教，人教用这个最新科技的，这溶解的啊，专门在溶解的软胶的、啊。还不止这样的，我们还买了很多工具，你看搬开的，还有这个不锈钢珠，这个是呢高磊皮料的 U 呢，它有三种，大中小，还是基本上啊冻的，冻的应该最好用啊。先煮虾，抽出来打在泰山里面，把泰山煮了，给泰山的变跳，对呀，这跟疫苗一样。他好像说要先烤。我以为你要跟他永恒啊，对，他已经没有用了，他已经无解了。他在疫苗组尾，他对，我买组啊，啊，哎、欸、哎，欸、来，我的结论就是，没事不要乱换。只剩下棍了，再来喽。哦。舒压的感觉了，哇！刚才声音来了，被终于被塞出来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开，哎呦哎，那有了，赞赞赞！啊，就要下来，不下来，这家就不会用哎，太憨姐了，啊！加吧，再给我吃吃吧，干，干，啊！哦，分开了耶、yeah 啊！这就要处理一下，你看，他那时候用水哇，就用水哇。嗯，那这个胶要清干净吗？对啊，其实处理把它弄少一点，好，不一定要很干净，可以弄少一点，因为你要再打。胶可以进去。对对，你不能这样塞不进去啊。它弄好了耶、yeah ，哈，意识土而已，哈，意识而已，哈。你这么快就把保鲜膜弄掉了，拍了啊，不然你看不到啊。等一下把那个反光片上去了，哎、欸，漂亮。我们努力那么久了，不漂亮，我都笑你啊。胡椒也是不好用、欸、目前都没有遇到好用的。看他不好用。我等你忙哦。小张、小陈跟小李，你在说故事，谁会赢？不知道嘞，小张吧？不是吧？我不知道，是谁会赢？小陈。故事多。小陈故事。好哇。哦，你看四面冷胶了，这样厉害啊！啊，你手没伤哦？我挖两下就熟了，算了。熟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可是耶。我不想送你去医院哦。这样一组就要卖好几万了，我觉得有了，有它的价值了。光这个处理就半天了啊，好几天了。这是散热的啦，嗯，这是散热的对吧？结果刚刚哇，我都挖了些气缸哇，嗯，对啊。好了，该拼哦，第一该拍的哦。你那根口开得好大、啊，还好我那弦不够大嘞。你练多打不能少打，可是也不能太多，太多煮才不碎啊、欸。这真的一次的机会而已，底下可以多一点没关系啊。你底下煮出来没人看。
好，见面三秒就合体。对啊，合体了，合体了，买喽。来啊，不要裸摇。它有个坏处，像国产车反而比较好，它会啪着的固定扣，它都没有锁螺丝，让它干啊。你确定你有下去？所以你要压，它没有那种扣起来那一个扣子，还是胶带粘一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把它固定住了，啊，因为它没有螺丝可以锁，可是这个会跑啊，所以咱就是要给它粘起来。在煮叉烧，我们要绑绳子。对啦，啊，什么时候会干也不知道，啊，到时候等干了，到时候我们这边再稍微再补强一下。你说这边？对啊，一开始不知道了，这是一开始犯的错，不然后面拔就很漂亮了。我们总是要尝试嘛，不然也不知道。下次大家就会了，不要找我了，不要找，没有，下次大家都会做，你们就自己做就好了。哎，马比外啊，叹气我班呢，对不对？有得就失，有得就失，搞不好那个弄上去，人家嫌这个灯弄过，车架就掉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折给他，折200。先这样，好，好了，先让它干好了。好，先让它干，好，3分钟可以休息了。这个要刮掉啊。对啊，那个。可以啊，下面不会漏水啊，就上面而已。哎，不错了，这泡沫。哦，好了，还不错了，很有弹性的啊，走。今天这么困难，像我们小时候去那种皮车厂给人家弄什么东西一样，自助。你说这个、啊、最困难的是这个、啊，对啊，这个啊。当时会塞的，这个它卡在这里，它这个要把它夹紧，因为它这个有。防滑的胶有没有？嗯，所以你塞了一定要就按呢，塞了一蹬，变这个在空转，所以我们那边转半天都转不出来。哇，那都累啊，哇。嗯，对啊，所以不要跟我了。我们还是还好，我们没有拆两颗，因为太久了。这一颗是什么？对啊，你看我拿的是对的。哦，对，我还是确认一下啊，我说我们丢你的火球啊。你在锁里面？对啊，里面这颗、個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就锁这一颗啊，边边嘛。对，固定大灯有4颗。有4个吗？对，有4个，就两个是最难搞的那两个。现在固定后，啊，铁夹不掉，不会落去。哇，我去帮他夹住，夹紧一点。哦，对啊，哇，对，不然是哎呀，那动呀，那天被你弄到动没掉啊，动没掉啊啦！你弄的话，怎么是我？已经瘦了，这里这一个是调那个出来一点或高一点的，你们是过这调。不管是别下，咱都给别下调汤孔。我去把这个固定好了，我先夹一下好了嘛。好，你看，哇。哦，可以哦。走吧。他转这个啊，转这个就是干嘛知道吗？调灯的，假设转出来一点，锁上去灯就会出来一点。嗯。比如这样太低，往外推就高一点，这就会变高。对，这就很简单，就塞上去而已啊，就这样。啊，都怪。嗯，你要可能再从前面拍，另一个也好了。好了，这个啊，哇，这个哦，看到，跟他跟瓦西内差不多啊。凶，瓦西内瓦这给科比换就50000公斤。再来就是上面哈，你有没有看那个？看抖音有没有？师傅多了一颗螺丝，多螺丝弄啥？贴出来三粒，给我头给夹出来啦，我来夹出来。贴出来啪，那是堆。嘿嘿，我来了。对吧，人家说、啊、你如果偷工减料碰这些臭，保利龙是反冲反冲的用的，对，只有那个柱子在里面放保利龙，那是正常的啊，对啊，那也是正常的。贴了爱给你插，这是雷达，插错了，哦，插错洞了，哦，大家都有重心力，难免的嘛，对啊，对啊，进去了啊，锁了，我们台湾都用洗皮啊，他们都是用清洗，好好，哇，啊，底下等一下就是要瞧一下锁好。哇，这就是风，哇，风力加出来，风这样吹，这边你摸，哎呦哎，有没有很凉？拿个纸出来。啊，我身上没有啊，这个算纸吗？这个可以。可是一般试完就要丢掉了。没关系，我会帮你收起来。哦，阿林站一组啊，站站站，谢谢科比。不会啦，记得买饮料啊。人迷恋呢，那还在用的星座。哎呀，有什么？它明明就是 LED 那么小一颗啊，可是那么亮。我不知道。哦，
袂歹吼。哎、欸，好来啊、喔！系啊，开几万？开几万？无啊，算几千块呢？好可怜，对吧？几千块的材料钱啊，五万块的工资。哎、欸，对边这边嘛，好可怜 ，B N W L E D 的几千块啊，你去倒买？你甲我讲，网友随去买十座啊，随去买十座、啊。哎、欸、呀，那好可怜，这哎、欸、这原厂的咧、欸，这咪副厂的，都算是副厂的嘛，无可能几千块啊，好可怜，你安怎用的？你看影片就知啊，看影片，看影片。哦，我等你上片就对了，對上片。我插你飞你。几千块啊嘛哦，有啊，破板我不会付钱，我先讲啊，我知啊，不怪哦，你这几天啊，甲泰山两个拢偷偷摸摸暗示啊，走一道，唔知去何人讲转来啊，最正确找，影片一上隔天警察就来带走了，你们这边是有一个叫李耀宗先生。啊，这个电话袂开哩，伊要买一个山寨屏灯来，对不？哦，也蛮亮的呢。后来，哎、欸，网友哈、哦，这个到时候他们影片出来，你们看他们去哪里干的，就可以解他们，看他们怎么快速干走一个大灯回来。处理好的话，不是安尼，根本就无伤贵啊。然后看看科比这台车会不会赚钱？有啊，看啊，你买大灯，你送大家都就俗的，祝科比发财啊，按导弹都导扬哈。没有，还好，打的都没有很多人啊，对，赚的比较多。没有大拇指的话，哪里有大拇指？ご覧の番組は再生鍵館 QTR 製線マーシーの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又来了，错、哦、不能断哦，断了就没有了。是啊，断了就换手了、哦、啊，不是这样吗？不能灭的圣火灭了就没了。